池子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恐怕不行了。神人医生，神人医生，您说池子没救了？上尉，你不要脸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夫，请你想尽一切办法救这个小兄弟的性命。 我们这儿的条件实在是有限，实在不行，咱们送战区医院吧。抓紧时间，走。段离肯定还是被内奸出卖。 被鬼子打了埋伏。杰川本来是对付大少爷的，典文轩当了把垫背的。石头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能不能活下来？要是有点什么事儿，他得多伤心呀！停。 司科长，不认识我了，洪大春，临川的啊。走开！你受伤了，找卫生员吧。走开！走。 去了，他上车这样没有人管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九，就这种官太太，你越上赶着他，他越给你拿架子。咱本来是好意嘛。那也得管。二英，赶紧去趟段里跟大少爷说一声。大刀，大把手，大家都过来。 参谋长，你醒了？你等一下。贾参谋，参谋长，你可醒了？我太太呢？昨天晚上刚走不久，你太太就出去了，一直没有回来。扶我起来。参谋长，你的伤。扶我起来。 你还真会钻空子啊！待会儿人家发现枪不见了，非怪罪你不可。还帮他擦枪了呢，我这小镜子够了神了。哎呀，哎，我没听说过这女的使步枪啊，还带个小镜子，你听说过吗？她不是搞谍报工作的吗？应该什么都懂呗。
可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呢？我一直琢磨这事儿呢。看，如果啊，她真是去帮她丈夫去了，那她应该在黄家冲这个位置，嗯，对吧？石头他们都是在这做伏击的。可是咱们发现他的位置是在方家冲，这是借川来的方向。以前咱们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一直有一个神秘枪手，我就一直认为她是个女的，你记不记得？嗯。会是她？哎，那次要杀龙少的那个杀手。龙少不会吧？他跟龙少以前是同学，他怎么会杀龙少呢？那是不是的？等他醒了问问他。哎，你伤得这么重，去哪儿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连长，他不听人劝，非要走。苏科长，谢谢你们，我先走了。你伤得很重，不能动的。我们已经通知段里的人了，待会儿他们会来接你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还有事儿，得先走。枪。啊，帮你擦完。你去哪儿啊？我能帮你吗？你是九儿吧？嗯。美丽，善良。跟我想的一样。哎，别跟着我，我有事儿要一个人解决。这帮人怎么都这个揍性呢？摸不透。这样了还摆官架？干什么呢？啊？她真的是很美呀，怪不得都放不下了。哎，我没见过你这样的啊，还吃上醋了还？啊？情報員の連絡なくなった。ずっと前からあの人間は信頼できないと思ってた。やはり逃げたか。私と奴には最後の約束があります。現在約束を履行する時です。君は奴との約束を守るつもりか？私は信用が第一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。ですから相手も信用を守る人でないと。行きなさい。はい。龙参谋，刚才战区预言来电话了，说你那个兄弟啊抢救过来了。太好了，医生，那天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他是你的兄弟，我们都是战友嘛。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龙参谋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文轩的媳妇儿，她受伤了。现在在哪儿？应该在我们团卫生所，那离我们团近。龙参谋，我听他们在讲苏科长的事。苏科长在林团。哎呀，什
备马。是。人呢？他伤得挺重的，说什么都不肯留下。他说有一些私事要处理。往哪方向走了？我们在这跟他一段，去县城了。这么着急啊？要是换成我的话，我也着急。去哪儿了？临川的人说他往县城方向跑了。现在审查期间，不能离开。参谋长，你伤得这么重，这是我的责任呐。我作为一个军人，一个丈夫的责任。我求你件事儿吧，把你的枪借我用用。父さん会いたい人は子供ではないよね。どういう意味？3年前ここで約束したことは忘れてないよね。もう時間になった。約束を実行しなさい。父さんが困らないで芥川さんが来たから降雪した星がいい。うるさい。もう言ったじゃ。すべて少佐来てからの話。うるさい。行け。早く。早くしろ。早くしろ。姐。小云。小云。姐。小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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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。小云。小云。我求求你。你要是能再杀一个人，咱们家就绝后了。怎么来？一个。这批孩子下个星期就要转移到大后方去了。
中途会在平安学校休息，我就在那儿办领养手续。参谋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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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参谋长，参谋长，参谋长，没事吧？慢点，参谋长，参谋长伤吗？带上你们所有人去叫他。是是是，快快，后面跟着，快点快点，站站！快！発狂したの！バカ野郎！裏切ったの！中にいる兵を全部殺し逃げろと文献何に連れて応援に来た。我々にとってこの一家は必要ない。全ての出口を封鎖しろ。一人も逃すな。はい、囲まれ。Thank you.
别的通道没有？后窗是唯一的出口。说话了，你相信我？日本人一直都不相信我，到最后我才知道，他们甚至派了张伟来监视我。他们做了教育，他们说只要龙少卿一死，就把我的父母和弟弟还给我。可是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呢？你是知道的，
我这辈子最痛恨的人就是韩姐，你嫁给我，你是在利用我吧？三年，你一直在骗我。开始，我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想好好跟你过日子。你是我最敬重的人，你是好人，我不想骗你。父母和弟弟，失去谁我都活不下去。他们甚至把我父亲的手砍掉送在我面前。这些都不是，都不是你当汉奸的理由。我知道，这三年我一直活在地狱里，我想告诉你，可是又能怎么样？是让你杀了我，还是让你帮我呢？一个人怎么能拿自己的灵魂去和敌人做交易？你杀了我吧，我一直不知道上帝派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究竟所为何事。自从有了战争，我就像是被一只大手推到了深渊里，越陷越深，越来越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想够什么我都够不着，我抓谁我都抓不住。我想抵抗，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力气。我信上帝，上帝抛弃了我，想请你相信我，我爱你。如果有来生，就让我当牛做马。伺候你吧。这都不怪你啊，你就是一个女人吗？乖乖战争。怪敌人，文轩，给那些冤魂报仇。
始まった。さあ行く。はい。还有弟弟都在这儿了，长久以来心里，你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汉奸。只以我自己是一个军人而感到自豪，我想做一个完美的军人，可惜我不是。你比我强，陆少卿上尉，你是个真正的军人，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在等你，我答应过你，一旦能够证明你的清白，我要和你推杯换盏，一醉方休。酒算是我欠你的，以后再还行吧。我请求你一件事情，别让我和云小楼在日本人的手里。单独待会儿吧。我答应过你，会一直陪着你。
知道他这次能不能缓过来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两口子怎么死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不觉得那个女的可疑呀？我不信。你呀，就对什么事儿太轻信，太简单。你要这样长的话，你早晚得犯大错。就算那个苏云晓他做了什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们都死了。不不不，我还是不信。哎，这事儿你不能告诉大少爷啊，他要知道这事儿，得难过死。哎，我说你还有没有阶级立场啊？你这不是非不分，中间不变吗？你这不是。走了。大春，你别跟我发脾气，我心里难受着呢。你再陪我待一会儿。嗯，你呀，你就是想的太多。其实我知道，要是那个苏云晓真做了什么，他就是汉奸，就是咱的敌人。可是那天我看他的眼神，我觉得挺可怜的。我觉得他不像个坏人。要说你这个孩子，一阵阵的也是冒傻气。那坏人有贴脸上的吗？可是直觉告诉我，他不是个坏人，也许他有难处呢。那有天大难处，那也不能当汉奸的那个。你呀，你还真得让林团长好好给你上上政治课吧。你，我是得上上课了。这几天你一直待在屋里不出来，怎么回事？你刚来新八旅的时候就这个样子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，但是我警告你，不许胡来。明天重庆方面来人，调查参谋长夫妇的死因。当时你在现场，需要你配合一下。去吧。死因上都是我的，我々にとって不利な状況になった。調査どうする？蘇雲社の死は中国人は信用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ます。あの情報員に頼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。御社内に立っても心配はいりません。蘇雲社と乱世氏かつての未婚の夫婦、幼な友達、初恋の恋人、素勇者の死は文社人の心を大きく乱す。我々は静かに状況を見るだけです。老钱，你说这姓苏的一死，姓温的也死了。俺们弟兄说，在山上听到一声枪响，奏一声。你啥意思啊？他们说姓温的是自杀。我奏不信。姓温的奏是个军统，杀人都不眨眼，咋会自杀呢？你管好你自己事儿得了啊，操心干啥呀？你真的一点都不感兴趣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姓苏的还是咱大少老相好呢。这事儿啊，龙长官肯定挺闹心。长官，长官，
文轩夫妇之死，重庆方面很重视，上方有令，命你部查清此事。是。报告旅长，龙长官他不在。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我々人形をやるとは好き勝手しやがって。いざどこですか。待っちゃいないよ。本逃げちまったよ。やつは遠くへは行きません。必ず来ます。おい、やつは君が仕掛けた罠にはまったのか。やつは私の敵です。切羽詰まって向こう見ずな動きをしてる。どこと向けて立ちましょう。现在才知道那天他是来跟我诀别的。我为什么没有哭，像木头一样。她是我第一个爱过的女人。对了，我说过会幸福的。我知道参谋长夫妇的死对你打击很大，可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给他们报仇？
石头要回来了，他是你的好兄弟，这个你也不关心吗？这回新兵连的射击考核成绩不错嘛，优秀率95%，你费心了。考核和实战是两回事儿。我知道，可你也不用想的太多了。当兵打仗，生死有命，我们各尽其职吧。没事吧，石头？回来就好。石头，石头，哎，石头是。本来要上医院去给你颁奖，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。谢谢旅长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继续服役，杀鬼子，给弟兄们报仇。石头，你受了不少苦，尽到了自己的义务，你是好样的。但是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上前线了。我已经给你联系了，到军校去深造。你当兵前读过书，你会有很好的前程的。报告旅长，我提前归队就是为了上前线杀鬼子，给弟兄报仇。请旅长成全我。石头，你已经立了大功。别再逞强了，好吗？只要建成还活着，我就要打。你急着从医院跑回来，就只是想找建川报仇吗？是。石头，我绝不允许你带着这种情绪上战场。你这样不仅会害了自己，也会连累别人，甚至你的长官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移動目標を狙うんだ。走らせて。走れ。早く。早く走れ。走れ。
慢慢呼气，再吸气，停一秒钟，扣动扳机，现在是60度，60度焦除以4再乘以1.6，就可以测出现在的风速。乱流你，我有做生意，我的広報部司局には不利だ。秋に攻勢をかける前に、この支店を奪回する。一個中隊を派遣する準備をする。私も行きます。君にわざわざ出てきてもらう必要はない。ソユン社の死後、我々はドアン領の線が断たれました。それにロンシャウチムはずっと私にとっての大きな悩みの種です。私は行く。私が行けば奴を引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。私は招待連れてここに来ます。連隊長は大隊を連れてここに来てください。この地点はドアンリューの主力に近すぎる。冒険主義だ。私には冒険という荷物はありません。报告，进来。龙参谋，今天早晨我们的运输线遭到日军小股部队的袭击，为首的好像就是那个芥川拓实。你想过没有，芥川本应该不出面，可他来了，为什么？他要引我出来，也可能是个陷阱。哎，龙弟，几个月没动长，守城了吧？啊，守城没关系，心里咱得有底。知道，知道。哎，你看这小子的表情，跟当初大少一模一样，眼珠子要杀人了。他还真像龙少刚来那样。劉少神は来るかな。やつは必ず来る。ただどの方向から来るのか。続けましょう。这小鬼子
早晚要抢这条运输线，听动静不是善茬啊。景儿，大道二两跟我走，其他人按原路线继续前进。走。大哥，长官，啥命令吗？弟兄们，舰船的位置非常隐蔽，大家一定要沉住气。一会儿，以我的枪声为令，大家开打。舰船对这地理很熟，隔壁而来的。连长，舰船也没跑远，要不然咱去追吧。长官，那这些战俘怎么办？我们那儿还有几个呢，一口压着吧。方一星、石头，到，你们负责把俘虏押过去。是，其他人给我去追。石头，方一星，到，看着石头，如果他胆敢违抗军令，军法处置。是。